面。好，站在这里。在录影，对，在拍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拍手，有准，前面告示牌有解说，有准，嗯，哇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哇，肉眼看不太到。那请问你们在拍什么？有准，这边可以，哇，对，这好可爱，可以看一下前面三个告示牌，对，它好像在洗澡的感觉，有准，刚从巢穴里飞出来吧。它是一种鸟哈，对，有嘴，我来看一下。来，可以看。哦，原来是在那里。嗯，它应该是刚刚从巢穴飞出来吧。哦，它哦，巢穴在那边。巢穴前面告示牌有跟你讲巢穴的位置，大、哦、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边蛮介绍的蛮仔细的。哇，它刚好出来，这样算很幸运啊、哦。嗯，对，他们住这边住好几年了。哦。固定啊，五月可以来。五月的话，它有雏鸟，雏鸟在山头飞。五月初的时候，快五月中的时候很精彩。他们住在海边，这样可能是他们住在抓鱼的。他不是抓鱼，他抓小鸟，他抓其他鸟类，鸽子是主食。鸽子哦。对。应该还在，对对对，看得到。还在，我刚才看到。嗯。对啊，太远了，对。就跑来晃我。那拐拍我还拍不起来，现在逆光，会逆光，对，会有这个问题。要拍，那你们怎么找得到啊？对啊，大概叫几声以后从巢穴飞出来嘛，大概就看到位置。对，其实大概站的位置都差不多。你现在这个位置在哪？在这个倍数是几倍的话，没有找到呀。现在是我算1800米左右。所以你知道你现在这个位置在哪吗？我看不到啊，我找不到。那个最近的那颗有没有？那个绿绿的，下来，下来那边第二颗石头，有的东西在动，有没有看到？白色的在动，我看到哦，哎呀，它白色的啊，有，对对对对哦，就那里哦，对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小东你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对，有没有树下来那颗很像一个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有的，哦，你们好厉害哦。五月的时候真的可以来。五月来这边干嘛？雏鸟在这边飞，看得很清楚。哦，五月。五月初啊，五月初到五月中。好厉害。这边还是会的。雏鸟啊，现在这只是母的吗？这只我还没有看清楚。啊，你是在露营吗？对对对对。啊，它在抓痒抓痒。这样我们的声音你都被你录起来。没关系啊。我想用就用，不想用我就把它声音去掉，加配乐就可以了。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他们一对，现在在育雏，应该在育雏了。就一对而已，就这里。就现在就一对而已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一对。可是你现在只有看到一只而已啊。对啊。啊，另外一只嘞？那一只去觅食，去找食物。所以前面那些大哥们，他们也都是拍那一只。对对对对对。每个人现在都只向着那一只。对对对，他们在等咖啡啊。它有一种白色的进来，那是什么？白，那是岩路，白色的岩路。岩路哪个岩？岩石的岩。啊，岩石的岩。他跟我说也很少见，只有在沿岸的海边才看得到。它不是白鹭石岩。不是不是。我也不知道，像我们看到就不是吧？哦，对啊，我也不认识，后来是人家跟我讲才知道叫岩鹭的。好棒哦！不会不会不会。去那个山上，武陵，有好多人像哪里那种？武陵哦，对，武陵现在很夯。花的那个什么鸟？
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要自己瞧的位置哈。19公里，这是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有准。有准。要先去看说明那边。对，那三个告示牌可以看一下，你会很清楚。他还跟你讲巢穴在哪边。这个是小的吗？还是？它是青鸟的。哦、嗯。对。哇塞，这么准，这么清楚。喜欢五月可以来。我可以这样跟你照一张这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会反光了，我知道你，所以会比较，你能拍就拍，没关系。我根本肉眼都看不到。现在人还蛮少，大炮也比较少，五月的时候应该会比较多。清楚哦。他们先用那个大炮找吧。怎么会找得到？他站的地方其实会不会太多啊？都蛮固定的。像我们这样都看不到了，你怎么会说就想到说去哪里找到？可以拿带着望远镜啊。哦，你都用望远镜先找，然后或是我镜头直接去抓。对，这个就想说连这样都看不到，怎么想说去抓它？哇，是有很多只吗？它有一对住在这里。哦，飞走了。那个在飞的那个。他现在在，他现在可能那边有藏食物，所以他在那吃饭，所以不一定看得到，可能在长高一点。它是季节鸟。它一般是候鸟没错，但是它定居在台湾好几年。他又没有被走，对，今天鸽子太多，食物太好。所以你们就是有人接到消息会互相通知啊？以前我是看新闻来的，2020年的时候看新闻说这边有，才来。现在应该没有，他躲起来了，对对对，有看到头在那边。啊，是谁？对，哎、有。呵呵呵，明白了。那每个专业都要花时间。可是他只有五月，这附近在他住这里，他住这里啊。对，他只有一个家吗？还是很多家？他应该理论上是一个了吧？对，哇，这反光太严重了。可是那如果这样，他应该随时都可以拍到他。对对对对，但是你要等他，有时候。有时候出去找食物了，两只都出去了，你就拍不到了。